通往巅峰的大道。他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，真的蕴藏在这些图画中，自然不能相提并论，乃是人类族群的至宝。你之前所见都是我的幻身。他对衍生兵的操控，而某些来自落后星球的劣等人种，那是混沌城一亿年前的往事了。降临到了哪种程度？我必成不朽中的最强者。